快一年没玩了吧？美版要怎么氪金啊？我就以前氪过金，我现在没有氪金。啵啵啵！嗨，恭喜 Captain No 7还有 Kiki Baby， 分别是第一名跟第二名，恭喜你们！富酒干，好，我们来再玩个酒，再玩个酒洞。可是我们换一张地图啊。有保镖一起玩的话，可以加进来一起玩哦。我们把房间调多一点好了。然后密码是调927。地图的话，我们换一个。明家换哪一个啊？就简单一点的。可是我觉得爸爸们都还蛮强的。可是你没有看到起码有半数以上的爸爸他们都正干吗？好，那我们换成三星好了。刚刚那个是四星的。我们换成三星的怎么样？可以啊，还是要玩新的地图啊？我没有玩新的地图哎。可以啊，好啊，玩新的地图。然后洞数是随机，这个是什么？我没有用过这个。Skill for four， 这个是什么东西？有人问说他们这次壁报可以画我们吗？啊，什么东西？他说学校的壁报可以画我们吗？哦，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Sure。这个不知道是什么哎。好，我们看这个好了。确定？不行，这样子才行。9527。现在有多少个人啦？1234567888816178个人了。哇，人很多哦。18个人的话，还有八不要加进来吗？18个。哎呀，这游戏会把球打坏掉？不会啊，这游戏不会把球打坏掉。有些新手哎。19个人，越来越多了，好多爸爸。变成18个了。英语为什么进去又跳掉，进去又跳掉？好，我们再打最后一场，这场打完要休息咯。会上传 YouTube 吗？不一定欸，要看心情哦。1234567890。好，我们再等两分钟，没有人加进来的话，我们就准备开始喽。啊，伸懒腰。阿神下次还是会玩陪聊吗？不一定，都看心情。不要问我下一次会看什么东西，会玩什么东西，下一次开台会怎么样，通通都不一定，看我的心情。最多可以多少个人？30个人哦。阿神有玩 GTA 吗？没有，我没有玩 GTA。好啦，人数差不多了，开始咯。3、2、1 ，Start。哎呀，哦吼，我就这时候才可以看得到我的登场。好啦，我们来看一下哦。这张地图好妙哦，打哪里会比较好？打这里好。好，喷呀，去吧去吧！梅子有跟我一起玩吗？有啊有啊，梅子在当中哦。我刚刚是不是看到一大堆 Bob 的球掉下去了？也太可爱了吧！再一次陪压，太小。哦，太大力了，它应该更小一点。果然用切球切进去了吗？切球切进去的话，应该是……哦，切球切进去的话，应该是 Eagle 的样子。好，尝试看看六 I 可不可以切得进去。16、19、19.8，这样子好。
用实施看可不可以滚得进去。啊，这样也可以不按到，真的是很厉害。差一点，差一点，惊动了，开心，太开心了。是一个 birdie 呢，第一名哦。哦，顺带一提，如果在果岭外切球进去的话，得到的浅钱会比较多哦。嗯，阿正会不会在上课睡着？有时候会，有时候不会啊。好，应该还蛮近的，是在果岭内对吧？不要出去。好，至少还是在果岭内。哦，感觉今天这一场，我可以拿到还不错的名次哦，感觉啦。现在不能够说大话，一切都只是感觉。Birdie， 切球小王子，目前是第一名哎，让我当两栋的第一名吧。OK， 接下来看一下哦，两杆洞，我们这样子好了，再打大了一点。盘呀，阿正成绩很好吗？我是一个不太会读书的孩子，但是我要考试的时候会很用力的读书，所以我的成绩还不错哦。就是我今天考试的时候我也没在读书哎，可是我的成绩都还不错。但是天生丽质这不一样。我、哦、球球滚好远哦，球球你去哪了？好，接下来。切球时间，有人想要当你学弟耶。你要当我学弟哦，那你肯定要考很高分哦。85，看一下哦，50几应该不够，我们可能还要再多一点。70的话，好，我们聊个71。啊，又没有了，太小。至少上果岭吧。好，至少上果岭了，上果岭就还有希望。Birdie， 捡个小鸟回家，捡个小鸟回家，捡个小鸟回家。太远了，不好估。好，就当是这样。21，哦，20嘛。看一下，15、16、17、18、19、20、21、22。等一下，15、16、17、18、19、20、21、22、23应该够。我20码推杆能进的话，已经很厉害了。然后我这个，耶！哇，太不可思议了！手气正夯，手气好热啊！我的手好烫啊！OK， 这实在是太强了。今天手气不错哦。我在想上面那个传送门会不会是传送门吗？应该不是吧，它看起来搞不好打上去会短一短一短，有些地图里面会有这些东西。负七这样子，嘣。对啊，我今天都还没有喝药水。哦，飞太远了，飞太远了！不要出国岭，不要出国岭，停停停！停好，停下来了。OK， 又是一个快要到20码的推杆，不过没问题，我都已经经过20码的考验了。15、16、17，16.3可能有点不太足。哦。梅子，嗯，英语说有传送门欸，那个东西稳定吗？对啊，那个东西稳定吗？好，爸们有没有看见吹风机？那个东西啊，那东西很酷，等一下你们看到就知道了。
打个全满好了。好、啊，打歪了，不过应该可以。快把我的球吹上去哦！球啊，飞飞，飞高高。他球就会被他的球就会被吹上去，还蛮可爱的。这里面有一些一些小东西啊，是可以去研究的。好，忍者姿势，去把炸球。哎呀！哦，还不错，还不错。那我们等一下 Eagle 打进去试试看好了，搞不好可以捡到一只 Eagle 哦。21码推杆，你知道我30码推干净了吗？你那是平地啊，你要是那种不平的地才酷，好不好？不平的定位地。18、19、20、21、21.4，应该可以。这个地是平的啦，还算可以。Eagle， 捡到一只老鹰。好了，负六杆了，我可能没有办法赢前面那个人。但是我会尽力，我会尽力打到第二名，拿到我的小奖牌。把这一关一杆动哎、欸，然后啊，我这一场忘了带药水，糟了，不能够嗑药的阿神，这该怎么办？没关系，还是努力打，去吧。哦，吃到了，吃到一个道具。哦，结果居然超出果岭了。没关系，我们捡个 birdie 回家就好。不要太贪心。12码是不是？10、12，我们刚好打个12。哦，我忘了看它是-35。啊、哦，糟糕，我忘了看它是-35。Oh my god！大失误！我的第三名，哇，瞬间掉第五名了啦！糟了，这种失误怎么能忍？不行不行，这是第七洞，我们还有两洞，我们还有两洞可以。好，还有两洞可以扳回整个局势。去吧，彭亚。嘿咻，进来了 ，Hole in One，Nice！ 哇，居然打出 Hole in One 呢！好，球现在正在慢慢的滚当中，往右边，往右边，拜托，往右边不，往左边会到哪？哦、比较远而已哦，比较远有一点。刚刚应该往左边的啊、哦，你们会往右边呢？没关系，没关系。嘿，没有碰到水晶。好，再来，能够飞得上去吗？这盒子比较远，根本上不去，好吗？不行，我不能够忍。这也差太多了，喝药水时间，我药水快没了。上得去吗？上不去，不行不行不行！啊，太可惜了。我稳打好了，我稳打。不要不要太，哎呀呀，不要太贪心，稳稳打。等等等等，不要进到水里面，停停停停停，很好很好很好。哇，最后结果后半洞打得好烂哦。嗯，这样子，145。190可能有点太多了，打个170好了，去吧。
哦哦哦哦Toast that! 太离谱了吧！太离谱了吧！我的第二名，不，我的第三名，我的第好多好多名啊！天啊，我这一弄笑，太糟糕！Oh my god！ 我们只能靠六爱切进去了。OK， 拜托一定要进。13、36，就靠你了，就靠你了，去吧，去吧，九九。这应该已经是正三杆还是正四杆了吧？真是太可怜了。啊，会跳动。哦，没有跳动。Oh my god。Oh my god, double monkey, 正二杆，我掉到第七名了。哇，妹子第三名哎，妹子加油，看可不可以，看可不可以第二名，就靠你了。哈哈，蛇球怎么按啊，妹子？哦，右下。嗯哼。蛇球的话是什么样子啊？就是。先就是用飘的、啊，是先飞低再上去吗？对，可是不会下冲。先飞低再上去是蛇球，低再上去是蛇球。好，我既然都已经打得这么烂了，我试试看看可不可以，看看可不可以，可不可以用一些很酷的特技球，蛇球 snake 是不是？好，试试看。这个是准球哎、欸，过去了！哎呦，这个地方用准球可以哎、欸，挡回一层了。接下来看国领王的31.2码推杆，啊，英语说 unplayable， 好。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8, 20, 25, 20, 21, 22, 23, 24, 25，就打给我吧，去吧，国领王，国领王，不，国领王失手了，我的一高。国领王居然失手了！哎，什么？拜托！有没有搞错啊？啊！居然是贝尔！啊！太离谱了吧！有没有看到我的称号 ？EM Miss， 这是一公分 Miss 吧？啊、哦！天哪！三开上回去了。哎、欸，是三开好像上不去。二 I 上不去，对不对？我们应该用准球，这个用不出准球，三 I 没有办法用准球，这个可以。好，就这样。开始，上升吧，准球。Oops。被炸到奇怪的地方去了，不要不要出界，不要出界，不要出界。OK， 那就还好。
完全大爆炸，来个炸球吧。所以 C 的话是准球，是不是？好久没玩这些奇怪的球了，试试看好了。右上，好，上去吧。这个又是什么球？哦，这是会先滴滴的，然后再上去。哦，所以右上是这样子哟。好，大概知道了。接下来是切球啊。啊，让我切进吧。56是吗？大概打个60，骨龄高扣的5%，这样子应该行。过去吧。哦，偏了。好，不要出界，不要出界，稳稳的打。球真的乱乱飞耶。10、12，打个12.6，进洞。好啦，结束了。前期看起来非常的顺利，结果后期整个大爆炸。不过我还是有第五名，我在梅子的下面。听起来有点奇怪，但是我真的是在梅子的下面。回来了，这完全空掉哎、欸！复发到复系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哦，我打得更惨，我后期整个大爆炸。来一个 smell face， 嘿，那游戏真好玩。今天休息了，之后应该有空的时候晚上都会陪 Bob 们玩一下，所以如果 Bob 们就是想要玩玩看这款游戏，想要跟阿顺我一起玩的话，你们也可以去玩一下，下载一下这个游戏，然后办个账号，然后晚上我想玩游戏的时候就可以一起来玩。对啊，要休息了，要休息了，我累了啊。来看一下哦，现在还剩下两位没有结束。我觉得最后一场好刺激哦，应该可以把它剪成影片放在 YouTube 上面，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剩下两个棒，一个是 Fox Fantasy 奇幻狐狸，另外一个是 Parisia 是吗？看不是很清楚，字黏在一起。阿神三天连假去哪里？要去花莲哦，你可以去 follow 我的 Twitter。然后看到我有时候会发一些我生活的一些小琐事啊，一些事情，我在我的推特上面。如果你想更 follow 我一点的话，嗨，哇，第一名好厉害哦！他已经两场第一名嘞，这个 Kappa No 7，很厉害的一个 Bob 呢，拍拍手，拍拍手。Motoyo， 这个是那个刚刚一直不停的 hold in one 的那个吗？对，就是这个。这个是什么等级啊？看都没看过，太资深了。这个 Bob， Neo 也常常出现，这三个都是一些非常厉害的 Bob。Neo 昨天也出现过。哦，剩下只有一位，剩下 Fox Fantasy， Fox Fantasy， 嘟嘟 TW。好、哦，是新手呢，新手能够打得这么厉害也很厉害哦，这应该之前玩过，应该是玩过台版啊，玩过一些什么不一样版本的。这位呢，这位也是新手哦，现在新手都这么厉害吗？这边是更多的新手，我们来找一下英语在哪里。英语中离。应该是电脑跳掉了。哦，这个打到负七杆结果跳掉哎、欸，可惜我现在看不到他的资料。我记得他会有一个中离的名单，对不对 ？Quit rate， 我是 0.0， 我没有中离名单。这款游戏中离的话会有所谓的 quit rate， 如果别人点进去看你的 quit rate 太高的话，他可能就不会跟你一起玩。所以中离次数不能够太高哦。梅子也是 0.0， 我们都是好朋友，都是好人呢、欸，都不会中离游戏。剩下最后一位 Fox Fantasy。他非常努力在打最后一杆。哦，结束了，打单，拿到了1000块平压币，打单。好啦，今天差不多到这里咯。如果宝宝们喜欢今天的实况的话，你可以站起来原地转三圈，然后前滚翻后滚翻，然后之后再到 Facebook 上面帮我们留个言，
就是在这一篇的开台文下面打一下今天的小心得还是什么之类的，或者是刚刚有一起玩的爸爸可以一起上去打一些小东西。 Alright， 今天差不多到这里，如果爸爸们喜欢今天这部影片的话，不要忘了在左下角 Twitter 应该有个追随吧，可以追随一下哦。然后记录打的话，有可能会在 Doki Doki Click Live Show 上面放置，如果你还没有看到前面部分或者是想看其他的纪录片的话，你可以到我的 YouTube 的分流频道上面去看一下。今天差不多到这里咯，我们晚安咯，拜拜拜拜。休息休息，嗯。